哎，妈妈，哎，晕车了，不好意思。哎，快坐这吧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晕车了。哎，你让恶人呐？晕车了。你身长跳着了吧？哎，不好坐，你就自己坐那呗。老铁们说最喜欢看我炸风，炸了会给我上机，来了啊！大家不用害怕啊，这是中药材，可实用的，感觉过瘾的给我来个上机。Thank you.